认识这东西吧，枸杞。枸杞在咱的这个养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啊，深受广大养生专家们的追捧啊，以至于这个油腻大爷们人手一杯枸杞泡茶啊，庄镇大妈们每日一碗枸杞煮粥。2021年，中国的枸杞产量42万吨，跟所有的东西一样啊，一多就不值钱了，就该走向神坛了。啊，于是啊，大家就要开始寻找新的养生神物啊。这新的养生神物啊，必须符合咱这个传统保健品的套路啊：一、滋阴补阳；二、补肾养肝；啊，三、延年益寿。再加上一条啊，特别适合头晕目眩、耳鸣、腰酸腿疼的大爷大妈们。不卖关子了啊，这款比枸杞还神的养生神物。就是这个山茱萸，白花红果，它有那么神吗？以这个有国民大补丸之称的这个六味地黄丸的中医配方为据为凭，啊，六味中药的组成是啊，热地、山茱萸、啊，山药、丹皮、茯苓和泽泻，啊，这个山茱萸榜上有名啊，并高居这个榜眼。淘到这个山茱萸成树一棵啊，趁着早春二月赶紧移栽。啊，特别感谢这个老友这样的这个倾力相助啊，搬上搬下这个3、400斤重的东西，一个人玩不转。Thank you.